遇到了新情况。我看咱们接下来要粉的这个墙啊，是这个窗户的上缘这一块。对对对。那咱们就不能从这个地上往上起了。那这个窗这一块能抹上吗？用这个机器？也能，我们这有个窗框嘛，这里有个窗框，可以清除这个窗框缝隙。到这上面的话，再打开，我们就可以。好，再控制一下窗口。果然，一开始机器并不往前面送灰，等走到窗户上面的墙体时，人工开动开关，传送带才开始转动，抹完窗子上面的墙面。两个小时之后，机器队完成整个大房间的墙面，开始向小房间冲刺。